心头那寒，搁较痴心嘛无较全，乱梦既然看破，不免搁对你破心肝。啊，心头那寒，只有人心来受风寒，行出你的世界，才会知天。让我爱又不敢爱耶、怎么说怎么做，我不愿受伤害。 Hi into the sky， 你的爱给我翅膀飞起来，飞过寂寞的海。上爸，你说我唱的怎么样？爸，你唱得很正点咯，太棒了。人家宝宝说嘛，爸爸，你说人家到底唱的好不好嘛？不错，有职业水准，不过动作稍微轻浮一点。要把他唱上两句啊，还真难呢。不过没关系，等一下我去试唱，一定把唱片公司的合约带回来给你们看。那家唱片公司怎么会约这种时间进录音室呢？幸会啊，帮你妹妹叫个无线电计程车，把车号记下来哦。好，我还是觉得唱歌就唱歌嘛，干嘛扭屁股的？喂，又让我听音乐了啦。姐，我来不及了，我会迟到啦。等个几分钟有什么关系嘛？我去外面叫车了。新平不可以啦，这么晚爸会骂的。嘘，你不说他不会知道。等我的好消息，拜拜。Apple， 计程车。谢谢。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啊？ Apple 呢？昨天他试音试的怎么样？爸，妹他不见了。我到处打电话找他，他昨天小约没有去试音，他几个朋友也都没有看到他。那问计程车行，车子带到哪里去了？他没有叫无线电的车子。说什么？他昨天电话打不通，又怕迟到，所以就自己出去叫车了。海鲜，我们要处理公务，不要进来好吗？是警察局通知我来的，我是何新平的爸爸。我是刑事局侦缉队的尚志，这是不是你女儿鞋子？你们怎么会有她的鞋子？在哪里找到的？在里面的杂林。何先生，我们在里面做过地毯式的搜索，并没有你女儿踪影，交给我们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局里正在密切调查计程车劫财劫色的案子，有人报案说看道上看到有台计程车在这里有很奇怪的动静，有三个男人把一个女孩拖下车，往那边拖了进去。你们找到了鞋子？他们拖的是我女儿吗？目前只能暂定是这种状况，我们只能暂时推断你女儿运气不好，搭上了犯罪集团的贼车。何先生，碰到这种状况我们很难过，也会尽全力把你女儿找出来，不管情况有多恶劣，总要想办法先把你女儿找出来最要紧。对不起。出去坐车的，都怪我，是我害他出了那种事情。我们可能要有最坏的心理准备。回不来了。就问一下，假使讲有亲人失踪，佫唔知影死啊未，敢袂使烧一挂金纸回？那安尼，等有消息再佫讲啊。我惊伊万一，惊伊无钱通用，被别人欺负啦。哦，安尼哦。安尼少一点啊，往生钱给伊好啊啦。哎，先生，我是来特别找女儿的，好几天了，又没找到，又没有钱回家了。哎，你能不能帮帮忙，借我一点车子？我一定会还你，我一定会还你。找女儿？是，我找女儿。
你拿着。哎哎，这太多了，我住台中，300块就够了。你拿着，再买点吃的喝的，哎呀，别饿着了。好了，谢谢。你现在发好吗？我没事。哎呀，我一看你脸色，我就知道你有问题。这个时候啊，你最需要的呀，就是一阵腹泻。神父菩萨一定会跟着好心人的。看谁顺眼就跳水。我没有心情了。啊，这个正盔你想送给你，那你仔细地看看他的脸，看久了你就会知道怎么样解决问题。看不出什么，就是木雕的脸嘛。我不需要这种东西，你还是我来这里烧点纸钱。我们判断这里是那些混账东西经常作案的地方，所以我们设下了埋伏。谢谢，谢谢。钟馗。钟馗大人，我平常没有习惯拿香拜拜，可是我知道你是专门抓鬼的神，我敬仰你有能力拿着宝剑铲除那些凶鬼恶鬼。现在我的女儿何新平被人间的三个坏人欺负，连踪影都不见，我该怎么办？你能运用你的神力帮助我吗？你的正气能够帮忙把那些坏人抓出来吗？我也很喜欢钟馗啊，睁着大眼活吞鬼，一口一个气魄。人间的钟馗在哪里？总是有少数的人喜欢学习他的精神。你和你的女儿感情很好，
的老婆很早就过世，连同新平的姐姐，我都要叫他们，疼爱他们。20多年了，女儿已经是我全部的生命。一个活泼美丽的生命，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夺走它，毁灭它。你放心，他们会受到报应的。钟馗的头也敢爬？我妈妈曾经说过，人死的7天之内会变成昆虫回来接近亲人。哎，刚刚对不起，我说的是台湾的一种习俗啊。你女儿会很平安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如果你是 Apple， 对不起，爸爸不知道你来了，原谅爸爸。分局的，现交驾照就发掉。我是中山分局的，现交驾照就发掉。中山分局的刑警啊。因为我们这排刑警整天都在吃饭打麻将，只要有计程车聚集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眼线，要不然怎么知道你在乱来？我很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的方法用错，冒充警察是犯法。再说这里的司机良莠不齐，碰到凶狠的角色你要怎么办？你女儿会希望看到自己的爸爸现身于危险当中？回家去吧，有消息会通知你的。欧巴桑，你有看到阮爸爸无？无，我住煞楼顶，无看阿姨呢。啊对，啊有恁 Apple 的消息无？查某囝失踪哦，搁有心情买一款新名转来。新明是爱用安的，无安是会保庇。
家休根啊，发白啊，我是中山分局的啊。哎，看到警察就走，行走驾照我看见。哇，无创什么啦？啊，有啥物好看？无创什么都免惊啊。敢有前科啊？卖问遐济啦。你讲你是警察，无你证件嘛好看一下啊。我敢看我的证件。哎，你两个行照驾照，我看一下。警察就要摆哦。哎，你是做啥物歹代志，这么惊警察啦？张安，你拢伫家做生理是吧？刚有载过一个二十岁穿绿色毛衣连裙的查某囡仔，载过是安怎？啊，无载过是安怎啦？哎，你载过哦，你载过哦。好，来来，跟我去警察局，讲好清楚。拜托个啦，啊，无你嘛提拘捕令来。嘿，啊，恁爸一天载百几个查某囡仔，爱你管哦。哈，都是你这些王八蛋搞的鬼啦！我操！哎。紧的啦，阿达叫用台式啊，伫个松德路公园啊，紧的啦，紧的啦，八栋八。让他跟女儿说说话吧，我负责。爸，三年的刑期，如果表现好，一年多就可以出来了。爸爸没问题的，爸爸走到哪里都是最好的。不用担心我，我工作稳定，正常上下班，不会有问题的。好好照顾你自己，爸，我会想你的。一个大公司的副总经理，一个幸福的家庭，就因为女儿搭到色狼的计程车而整个破碎。真他妈不知道应该骂什么样的话才能发泄心中那股不平的气。
与其骂人，不如先抓到计程车之狼。真希望他早点出狱，早点开始他的新生活。出狱？如果你是他，出狱之后你会忘掉这些吗？你会放弃找寻女儿，找寻凶手吗？不会。阿桑，歹势吼，厝内底都剩我一个人，啊，我家己整理就会用的啦，真正是歹势啊。不要紧啦，啊，厝内发生这种代志，你心情一定无好诶。不过你也知影，你家己爱保重，照顾身体呢。你若有啥物需要，你再搁敲电话给我啦，吼。谢谢啊。西惠小姐。有一句话我唔知通讲啊，唔通讲的，即阵伤怪怪的。我有看到恁妹妹的影浮在顶头呢，差点仔我要甲我惊死。哪会安尼嘞？听我爸爸讲，这是一个无熟悉的人送伊的啊。哎呦，像神的这种物件，恁哪会使凊彩学袂收嘞？万一恁若去拄到啥物歹物啊，你是要安怎？你即卖一个人哦，踮咧遮。万一你若去拄着，你敢袂惊哦？那安尼你甲提走好啊啦，凊彩看你要安怎处理啦。是嘞是嘞，歹势歹势，我予你惊到，都唔敢抱你啊啦！希望哦，你会当拄到有缘的人，甲你请转去安，啊，甲你拜拜。现在收温泉区流水声。现在收风声、鸟叫声。现在收远处打篮球声。啊，你还有谁在等？妈妈，妈妈，我放松。Yes， 刚是 L 就等上篮声。现在收个人流水声。
难道真没有别的剧本？怪不得人动不动就说到永恒，再这么唱，哎呀哎呀哎，我不要安稳，哎呀哎呀哎，我不要牺牲。你看你呀、啊，真没有出息呀、啊！刚才看我们录音录到口水都流出来，不错吧？对啊，这可是我们花了好多功夫设计的、哦，嗯，打分数嘛，嗯。怪不得没有唱片公司找你们哦，还来求我用公司的设备来偷偷的帮你们录音哇！哎，你这是什么话哎？嗯，意思说我们唱的很难听哦？没有，这是风格不对，现在台湾流行的是。这种，你来听听看。为何你们没有走？但是遐有感情，我无够。也是牺牲付出遐。懂了吧，香港妹？台湾人啊，就是喜欢这种土土的歌，你要学着点。但愿再化可以忘掉伤感，季节变迁了，始终不改我心。但愿你未在人生中消失，抹掉眼泪为你再等。怎么样，香港的土歌也不错吧？好了啦，你先放我们刚录的歌给我们听了。对啊，听你们唱歌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先去上个厕所，我准备一下哈。这是人带花样多，不要理他，我们自己来。好啊。咦，这东西怎样弄啊？哎，你会不会？会才奇怪。没关系，让我来。这个是倒带，然后呢，哎，这个是停，嗯，然后这个是配把。对不对？哎，不对吧？好像转太快嘞。啊，在这里好冷啊！这个傻呆，用这么恐怖的声音来吓人，这么凶吗？喂，哇！你们用10倍的速度在听啊，这怎么听啊？这不是你们唱歌的袋子啦，这是我白天录的空音效果带。啊，怎么样，我录的还不错吧？连小鸟放个屁我都能够录得下来。我在这里好冷啊。奇怪了，这录音带10倍的速度是听不出声音来的啊。但是明明是听到这种声音啊。啊，我看过一个报道，有种低频的声音啊，是人体肉耳听不出来的。如果把它录下来，放快速度，这声音就可以听得到了。那什么东西会发出这种低频的声音呢？大象。要不然。是鬼。我今天录到女鬼的声音了。东西不要。哥，他说要去拜访女鬼，哎，好变态哦。港妹啊，你不要把我妹带坏哦。我这么一个淑女，怎么会把你妹带坏呢？你来的正好，我们坐你的自行车去。阿呆，我知道你最乖最听我的话了，我们走。
收的。张大你的耳朵，水声、风声、树叶的声音，哦，还有星星对你讲话的声音。哎，这大自然太美妙了。哎，下雨天还有星星，你少在那边吹牛了，快点啊，哪里有女鬼，快带我们去啊！在那边了，在那边了，快点！哎，阿爸，你们快点回来，我还要做生意啊。嘛，哎，对呀，实在呆，是不是你带错地方了？不会啊，这都是我今天走的路啊。哎，会不会是那个女鬼也睡觉？哪里了？哎，过去看一下。什么啊？是个神像吗？好像是个钟馗。哎，你想干嘛？我们香港人最忌讳就是在路边捡神像，这样子会出怪事的。谁说的？我们台湾最忌讳的就是把神像丢在路边，这样子会遭雷打的。嗯。哎，你好委屈哦，对不对？真是可怜，这么威猛的猛将被人家丢到路边，真是。你们看他那张嘴巴，不知道吞了多少鬼到肚子里面去了。好了啦，赶快走了啦，我好冷哦。来，走走。奇怪，明明前面那条路没有地方可以走的，那女孩子怎样会消失的嘞？对对对，钟馗就放在这里。我有时候露营头会痛啊，有钟馗在这边压阵啊，这样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还在那边研究钟馗像？你赶快听听我们录回来有没有女鬼声音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没有啊？哎呀，呆呀，要十倍的速度才能听啊！谢谢你们再来看我。谢谢你们带我回来。哎，你们带我回来了，你怎么跟我们回来了？你快跟我们回来了！在哪里呀？会在哪里呀？我在外面好久好久，可是都没人理我，没人管我，只有你们听得到我的讲话。跟你们一样的年纪，可是我被三个计程车司机杀死了，我好想家，可是我回不去。我
阿赖，你就会干这种无聊事情。我走走走，很多事情完全都变真的了。哎，走呀，快点。阿康啊，陈哥是我们三个好久没凑在一起了，晚上老地方见啊，去找找乐子啊。我不去。我记得你以前最喜欢那种又刺激又好玩的游戏啊。滚！我以后不想听到你跟陈哥的声音。阿康啊，你以前是我带出来的，你所懂的事都是我教的，人不可以忘本哦。那也不要去杀人呢、啊。反正你们就会带我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我认清楚了，我不去，我不玩了。你现在说这些会不会太晚了？衣服上沾了番茄汁是洗得掉的，挂了人家女孩子，手上沾满了血，洗得掉吗？不要一副圣人的样子啊！找你是看得起你，人我没关系，惹毛了陈哥，准备纸钱吧，啊？难道你不怕报应？你不怕那个女的又回来找我们？他放你，再说一遍看看，说啊，啊，我们去录音好不好？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我也没睡好啊。哎，我告诉你，我昨天晚上梦见一个女孩子被三个计程车司机强暴。
真的吗？嗯，我也是。啊。哎，那个女孩，不是，那个女鬼啊，现在有了冤情，找上了我们，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啊？问题是，她说她跟着我们回来，但是她到底在哪里嘞？对啊。哎。嗯。她会不会就在我们旁边呢？啊。哎呦，人吓人会吓死人，你知不知道？钟馗，钟馗，你是管鬼抓鬼的，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呢、啊。我们都是好人，我们平常不做灰心事的，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呢、啊。哎，这个钟馗的像怎么会朝这边呢？这不对呀、啊，这是谁给他转的？哎，你在干什么？看看跟在我们身边那个女鬼有没有在说话啊？哎呀，怎么可能呢？我要接我爸爸，我要去接我爸爸。完了啦，他现在又要接个鬼爸爸过来。你们带我过去，求求你们带我过去。不，继续接好了。钟馗是个女的，她为什么不说话？有，她有说话，只是我们听不见而已。你看那个录音带在转着，她自己在录哎。走了，不见了、欸。他是不是有录音留言给我们了？我的爸爸被抓去关起来了，明天出狱。我已经好久没看到他了，我好想他，求求你们带我去接他好不好？他不知道我死了，他不知道我被三个计程车司机害死了。
你们要去监狱干嘛？怎么每个人都变哑巴了？谁想要去这种鬼地方啊？是被逼的。昨天晚上，这跟钟馗巷跑出一个女鬼，他们逼我们去的。女鬼？对呀，是女鬼耶。你知道他说他好可怜呐，他说他被三个计程车司机强暴，然后被杀了，然后他就叫我们去监狱找他爸爸，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爸爸长什么样子啊，怎样找啊？烦死！就是你这傻呆了，认得出来那么多吗？怎样才能找到他爸？切，反正他那么灵，就把他放在车上，等他自己找啊！这里拉屎太直啊！那你呀、啊？无聊，你们很无聊哎！只有你们会帮这堆木头做这种无聊事情。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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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来过，我们一起走吧。可以过来一下。对不起，我待会打给你。爸，我都忘了先让你跪会了。隔壁的欧巴桑说啊，这样可以去煤气的。一过平平安安，二过大吉大利。三过天福天寿，爸，我烧了好几样你喜欢吃的菜给你接风，待会洗洗手，我们就可以开饭了。喂，我是何建华，对。我要找一辆计程车做生意，哎，开晚上就好了，开到天亮。好，好，那就拜托你了。爸，你要去开计程车啊？为什么呢？吴伯伯不是让你去他公司上班的吗？都讲好了。开计程车比较自由嘛。你是不是还忘不了，还想出去找那个杀阿婆的凶手？爸，妹妹被计程车司机绑架失踪，你又因为找计程车司机算账而被抓去坐牢，你现在又要去开计程车，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啊？你不害死你自己是不会甘心是不是？各位观众，拍灵异事件会碰到灵异吗？今天晚上播到11点半哦，播大卖照哦。你不害死你自己是不会甘心是不是？
你知道这一年多来我是怎么过的吗？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人理，没有人照顾，除了想你和妹妹，我没有别的寄托了。现在我好不容易盼到你出来了，你心里想的只是报仇，只想要找凶手，不公平，不公平，对我一点都不公平啊！因为我心里都明白，妹妹已经走了，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可是你还有我这个女儿啊，可以继续疼我，我可以继续孝顺你，我们可以继续过日子，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为什么还要冒那些不必要的险去找那些魔鬼？找到了之后又怎么样？杀了他们，然后你再去坐牢或者被枪毙，你真的忍心丢下我一个人吗？爸，你真的忍心丢下我一个人不管吗？不找到那些杀人的凶手，我这个做爸爸的根本活不下去。不找到他们，我不会停的。我们是来看看你，恭喜你新生活的开始。近一点啊！哇，在这边一边泡温泉，一边淋着雨看星星，好棒哦！我在香港，不要说是温泉呢，就连星星也会被空气污染的看不见。台湾真好，好是好啊，可是没有必要把钟馗摆在那边看我们洗澡吧。哎，我们不是亲眼看见他是个驴的吗？把他带到这里泡个澡，用温泉护个肤，他一定会很开心。哎，哎，可是钟馗不是专门抓鬼的吗？他怎么敢附到他的神像里面去啊？切，说不定钟馗看见他那么可怜又无家可归，反正那么多尊神像嘛，借他一尊也无所谓，对不对？而且他搞不好会收房租嘞。哎，人家已经那么可怜，你还笑得出来？他被三个计程车司机强暴，还被杀掉了。切，那怪你们台湾的计程车司机没水准哦。哎哎哎，你说话客气点，我哥他也是计程车司机啊。没水准，你干嘛倒追人家？看我怎么破坏你们！你敢？哎，为什么不敢？为什么不敢？啊！
爸在这里，爸听到，你在哪里啊？没有呼叫到有台，请不要。哎，你约你哥几点呢？就现在啊！还不来，快冷死了！我不知道。哎，来了来了来了！车了。哎，你想干嘛？你还在看我吗？你可以继续看下去。今天晚上台湾灵异事件播到11:30，扩大卖照。上面对不对？哎，那接下来会怎么样？他们父女会不会见面啊？还有那三个坏人到底会不会被找到？会不会有报应啊？铁头哥、尚志哥，你们急死人了，赶快告诉我嘛！正义往往会迟到，可是他迟早会到。想要知道剧情，下个礼拜一准时收看《台湾灵异事件》。哎呦，哎，尚志哥，你，谢谢。现在我们的身份不是尚志，不是铁头。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谢祖武，他是季晴，他是汪建明。有很多热情的观众一直打电话、写信给我们，希望可以了解台湾灵异事件在幕后拍摄的时候有没有碰过什么灵异的现象。嗯，而我的答案是什么？有。为了答谢各位亲爱的观众，一连三个礼拜，我们将为您介绍台湾灵异事件的灵异档案。很多现场发生的真实事件都收录在里面了。这么厚一本，真的有那么多啊？很灵异，很恐怖。档案一。鬼屋。台湾灵异事件因剧情需要，难免会去找人烟罕至的地点拍摄外景。像这间残破的废弃屋，外面有着开阔的空地和绵密的竹林，又不怕吵到住户邻居，自然是灵异气氛绝佳的取景地点。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是鬼屋探险。
没想到在我们去了几次以后，就从附近的居民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传闻，他们居然言之凿凿地说，在我们这两年拍摄期间内，有个女孩被歹徒拖进去强暴，而那个女孩也因为羞愧伤心，在屋内上吊自杀了。你们就想一走了之？这个颇具可信度的传闻让我们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愤慨，却苦于找不到证据。真的，你骗我！真的，你骗我！我操！于是乎，剧组特派谢祖武、季晴、汪建明做代表前往鬼屋一探。这次的任务是：有冤伸冤。如果有女鬼，就把她找出来。最好当然是想办法跟她聊一聊。在戏内拍多了正义使者的戏份，这次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弱者伸冤，为正义尽点力量，实在是让人太兴奋的事。一行三人来到了目的地，看到屋子前面荒草丛生，杂物成堆，大家心里面已经笼罩了不少的压力。老规矩，先替四周的好兄弟好姐妹们上个香，烧个纸钱，就算结个冤交个朋友，事情办起来也方便点。我的辣子啊，一根肉，一根肉啊，来到肉子来的肉啊，肉来的那个啊，哎呀，坑一间哦，咱这这电话都不要伊啦，坑一间你都无路，用都无人住，哎，比伊都，伊都有诶无诶？哇！真的要进去哦，里面好黑，可不可以不要进去啊？哎，你们两个进去就好了啦，我不想进去了。来来来，不要怕。我让我走中间。哎，这什么味道？怪怪的，有点臭臭。告诉你，这里面什么都有，电风扇、篮子、沙发、瓶瓶罐罐的脸盆、雨衣啊、床。建明啊，哎，你上面那什么东西？哎呦，两条断掉绳，上次有吗？拍戏的时候？没有。上次？不会是那个哈？这不是我们绑。当然不是你绑的啊。哦，断掉，什么东西拖断掉？你不用再一直讲了吧。好像这边有人住过的感觉，你们觉得？这什么都有啊，还有漫画书，好多纸板，有人睡这里，睡这边。不要回头，快点来玉芳姐这边。不要回头，我后面有什么啊？装什么东西？对啊，他那个门还会自己打开啊！那你那时候都没有感觉吗？我那时候不知道，当然没感觉啊！啊，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现在就很有感觉，我现在感觉那个时候的感觉啊，我现在感觉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心脏跳得很快，我胃都快要抽筋了啦！还有，对，那个时候我拍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种这样阴风阵阵，这样凉飕飕的哦。然后，对，那天就特别冷啊。会不会是你的错觉呢？怎么会是错觉？然后那天我还一直就那天本来就一直觉得就好像有人家一直在我四周，然后一直在我脖子吹气，我还以为是风哎。现在知道就会觉得怪怪的，我不要再进去了，一定是那个在跟我打招呼。我们在，不要怕。你在有什么用？我跟小五哥在，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我会保护你。好烦。哎，走。哪一个柜子？中间那个。这个。对啊。
你上次在拍戏的时候，里面是装什么东西啊？那个啊。装什么？装那个啊。尸体。不要讲了。不行，别怕。现在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当然没。打开，把它打开哦。不要了，不要了。先听听看。好像没有。真的吗？拉开来看看。不要啦。数一二三。不要啦。来。不要啦。一。啊。台湾灵异事件现场发生的奇怪事情都收录在灵异档案，呈现给您。今天晚上播到11点半。志清，志清，志清，你们没有东西，你叫什么？空的。他拉开，我就想救啊！我感觉他很有东西啊。我听老师说，一个屋子里面最不干净的地方就是像墙角，或者是堆放太多杂物的地方。你知道吗？不干净，因为磁场不正常。一般正常人进来会觉得头晕。季行，你有没有觉得头晕？在哪里觉得特别晕？有哎，我一直都好晕哦。我从刚刚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就开始晕，我走到每个地方我都觉得好晕啊。铁头，哎。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女的是在哪里上吊？啊，拜托，你怎么问这种问题了？我一直在想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剧组在这边拍戏的时候，会不会在她曾经上吊那双飘荡在空中的双脚底下来回拍过戏？啊，我一定在她那个双脚底下拍过戏。这样子吧，我们三个一起来找一下。好，小五哥。你。他给我拉了。这什么地方？好臭，厕所。季行，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在厕所里面上吊？绝对不会，我会选香一点的地方。好，那我们找个香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像卧室啊，比如说像……哎，这个地方很像，又是钢梁，又是铁架子。哎呀，好了，我们就当他是在这里上的了。不行，我知道他在哪里上吊，但是我要做个实验。对。我们来放烟。放烟？你要放什么烟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拍戏放的那个烟常常会有不规则的形状，或者是很奇怪的旋风，那都是因为磁场不正常，或者是因为风向不一样造成的。我们在这屋子里面放点烟，做个实验，看这个地方哪里形状最不规则，或者是风转得很奇怪，搞不好就是它上吊的地方。看清楚了，哪里烟最不正常，搞不好就在那里上吊了。哦。小五哥，我看不太出来，我觉得好像都不太正常呢。真的吗？嗯。你到底想不想知道他在哪里上吊？啊！你不想知道，我都要告诉你。就是在。这次的探访虽然空手而归，可是我们剧组已经决定要经常的前往拍摄。正义往往会迟到，可是他迟早会到。总有一天，工作人员或者演员一定有和他见面的机会。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不要跟你们好了啦！明明就知道人家胆子小，还拖我去那种地方。以后你们再把我那个鬼屋的通告通通都不要上了，你给我再高酬劳我都不敢赚。其实我们前后进去过了十几次了，我们还在里面打瞌睡都没有事。对，最主要是我们制作拍摄这个节目的时候心很正，就希望让观众能够相信有果报。嗯，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如果有鬼神的话，也会帮助我们拍摄顺利的。
对不对？对。对对对，难怪我们的收视率那么高，吴小兄、吴波比哦。哎，那我们赶快来看下一个灵异档案啊。好。不要再吓我哦。档案二，食人。啊。啊。食人狐。这个湖看起来神秘吧，恐怖吧，它为什么又叫食人湖呢？告诉你，只要是剧组的人来到这里拍戏，不是被吃就是被咬，就曾经有工作人员在水里面被咬得血流如注，于是乎就有了许多灵异的传言不胫而走，不外是水底的冤魂满坑满谷见人就拖，或者说水里有着成群结队的食人鱼碰人就咬，搅得谣言满天，人心惶惶。为了导正视听，我们也正式的展开调查的工作，这次是要跟水鬼食人鱼宣战。有一个镜头是在湖边呢，我必须拿一个手电筒，然后去半夜去找老公。那就在拍那个镜头之前，有个工作人员跑来跟我说，说雅芳姐，你待会要闪着一点。我问他要闪什么东西，他说不是闪工作人员，也不是闪演员，是闪那个东西。在拍那个镜头之前他跟我说的话把我吓得毛骨悚然，可是怎么办呢，还是要拍啊。还有一次呢，也是在水边拍一个招灵的戏啊，又有个工作人员好心的跑来跟我说，雅芳姐，树上有两个观众，一个是长发，一个是短发的女鬼，只有上半身。你们下次可不要在我拍任何戏的时候跟我这种干扰，我拒绝受这种干扰，拒绝。制作人拍戏呢一向很重视安全，所以在拍那个湖的时候啊，他连续打了好几通电话，导演你要千万注意安全，因为那个湖淹死了很多次很多人。那可是要把湖拍得漂亮怎么办呢？可是我还是硬干怎么样，我只好在湖的中央架高台，然后放灯。那灯放在湖的中央怎么过去？没有办法，我就叫灯光师啊，还有那助理呢、啊、穿潜水衣把灯运送过去，线呢浮在上面。那灯从水边拍上岸边怎么办？架高台，摄影师涉水而过，过到那个高台上拍，往上拍，结果拍的实在是非常的。丢什么啊？张基哥哥，你们在干嘛？我们在喂食人鱼啊。喂食人鱼？对啊。为什么要喂食人鱼？不然晚上潜水的话怎么办呢？晚上为什么要潜水？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拍戏啊。今天晚上还在这边拍戏？对啊，在那个前面有没有？在中间。对，我们在那边架高台。然后要把灯拿过去啊，那怕被鱼咬到啊，就把它喂得饱饱了。有一只没有喂饱怎么办？这叫嘎姐，我们。杨哥在跑过去的时候回来，泡在水里面，全身一脱，身上通通水渍，他自己没有发现。小杨。没有人告诉我。当我收工完毕之后，我脱下潜水衣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在水里泡了十几个小时，赫然发现真的。黑黑的东西十几个地方，水蛭啊，咬会不会痛？什么感觉？它是吸血的，水蛭吸你的血，那就是有疤喽。的确有疤，但是现在好了吗？已经好了。湖面上有着来往的交通船，根据船长的描述，这个湖的确死了不少人，自杀的比较多。对，一般正常都是三天以后他自己就会浮起来。那你看很多了。去年台风之前看过一次，就是那个母子自杀的那个，就是在你们刚刚沙滩再上去一点。谢祖武和汪建明是不信邪的人，他们研究过被咬伤工作人员的伤口，上面都有着细细的齿痕，不像是水蛭，也不是凶猛的大鱼造成的，他们不相信是水鬼咬。他们拿起了钓竿，希望把元凶给钓出来。哎呀，
到什么？你看。哇，这什么啊？这个就是食人鱼啊。你看这湖里食人鱼多不多？好多、哦，你们好厉害，拉到这么多食人鱼啊！哎，这就食人鱼啊，怎么长那么可爱啊？你看每一只个子都小小的，然后身上，你看那个还有黑色的小斑点呢，还有橘色的肚子跟橘色的鳍耶，好可爱哦！哎，感冒了。那只可爱啊。你要不要把手伸给它咬一下看看？来嘛，它会咬人吗？不晓得，试一下，试一下。来，哎呀，不要吧。来嘛。哎，它牙齿真的很尖呢，它会吃人肉吗？吃人肉，我看还是试一下好了，好不好？来，不要闹啦。试一下，不要怕，不要动啦。虽然查出湖里面的确繁殖着为数不少的食人鱼，可是我们也意外得知湖底的冤魂不在少数。想到他们曾经在冰冷的湖水拼命挣扎，痛苦窒息。我们应该更珍惜生命，更懂得保护自己。我应该有把你推进那个食人湖里面去喂食人鱼的。这证明我们台湾灵异事件剧组拍个好戏是多么的辛苦，蚊子、吸血虫、潜水游泳的去打灯，冒着水鬼、食人鱼就在旁边的危险，每周拍出这么感动人的好戏。对啊，所以哦，下次他们在敲我通告的时候，就算是要找我演临时演员，我都会接的啦。来，让我们看看第三个灵异档案是什么。好。有这么恐怖吗？不是啦，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个，很精彩哦。献给各位观众最具有娱乐性、最开心的 NG 档案。消除你心里头的阴影。笑了。干嘛啊？都什么玩意儿？来，等一下啊！我被击败。我走吧，我没办法跳你。对不起。来，重数，五、三、二、一，五、四、三、二。你看清楚，我是阿星，为了消除你心里头的阴影。哈哈哈哈哈！小狼巫婆，打住！我只有用心的做。你为什么笑啊？我笑是我在演啊，我笑。啊，对不起，导演，对不起，有点尴尬。看清楚。五、四、三、二。
看清楚，我是阿蛇。为了要消除你心里头的阴影，我就用行动来做抵抗。看吧，我是一辈子保护你的阿蛇。这摆感谢你啦，有没有讲，这哦拢爱感谢你。你给我读起来。是安怎啦？这哦拢爱感谢你。你给我读起来。是安怎啦？咱两个人不是讲我就知道我哪好气。我一看他就要笑。这摆感谢你。你要打去？是安怎啦？对不起，这个不想了吧。这还感谢你。是呀嘛，惨啊！你这样，这拢爱感谢你。为什么打不响？我去！这拢爱感谢你。哎。我太有一定容易的，这个我真来感谢你。你要打钱？笑吧，这我懂了，这个一定会笑。你怎么找来？不行，人家突然又回头，都是你声音出来，他就开始笑。好惨啊！哎呦，对不起了，哎呦，怎么办？这完全来感谢你。你要打钱？你的表情真太可爱了。不是我唔敢讲出，我看你笑笑，我都唔敢讲。没有。Thank you.